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《蛤蟆精》。很久以前啊，在清源镇有这么一户姓马的人家，这是世家大族，亭台楼阁多如繁星一样，那土地山林呢更是广袤。说这马家有500亩上好的玉米地，这是这老马家家主啊这个粮食的来源之一。多少年以来，这片玉米地是产量丰高，老马家呢把它也是视为根基之地，固源之泉。可是自打5年前开始啊，这片以前上好的玉米地一到了快要结玉米棒子的时候，总是被这个狂风冰雹夷为平地。如果说你说偶尔的有些年份遭了天灾了，这事儿呢能理解，可是奇怪的是呢年年如此，更甚至啊，那些狂风冰雹就好像长了眼睛似的 ，GPS 定位了，专门就瞅着这个老马家这片玉米地打。由于这年年如此，村民们也开始议论了。有人就说了，一定是这老马家啊干了什么缺德的事儿了，这才会招了这个老天爷的憎恨。还有人说呢，一定是这个马家的前辈人呢干了什么勾当了，啊，这才是祸及子孙。更有人说啊，说是马家的祖上是杀人如麻的刽子手，他们家这个钱财啊都是用人头和鲜血换来的。反正啊，村民们的议论都不是什么好话。说这老马家的马老爷德高望重，心地善良，他受不了这个流言蜚语啊。他没事的时候啊就常常的思考，我这一生也没干过什么坏事啊，妻子儿女心地善良，为啥这老天爷他总跟我过不去呢？又到了一年这玉米生长的季节了，嫩绿的玉米杆子啊都已经高过肩膀了。马老爷走在这个玉米地里边，看着水绿的玉米就自言自语，哎呀，玉米啊玉米啊，你们能不能告诉我，为啥是年年遭殃呢？老天爷啊，要是我马家干了什么坏事，你何必惩罚这些无辜的粮食啊？正当这老马家这个马爷啊自言自语的时候，原本是晴空万里无云，忽然之间呢那就是雷声大作，乌云四起。还没等马老爷反应过来呢，鸡蛋大小的冰雹就像是加特林一样踏踏踏踏踏的从天而生。老马家这马老爷赶紧的躲到了一块巨石下边，这算是躲过一劫。这阵冰雹过后，马老爷起身去看，500亩玉米地又被夷为平地了。令这老马老爷气愤的是呢，别人家的玉米地一点事儿都没有。这马老爷回到家里边，跟这老婆们仆人们丫鬟们发火，哎呀，生气呀、啊、生气呀、啊，你说生气不生气啊？你说气人不气人？别人家那玉米地咋地没咋地，我老马家的就被夷为平地了，你们告诉我，这事为啥这么气人？丫鬟仆人谁也不敢说话啊。过了许久，马夫人说话了，又不是仆人丫鬟们是干的，你发这么大的火气干嘛呀？再说了，你发火有用吗？发火也解决不了问题，咱们应该好好的想想该怎么做才能让老天爷高兴啊。马老爷无奈地叹了口气，哎呀，我生气的不是那500亩玉米啊，而是那些气愤的流言蜚语。我知道你气愤什么，但是谁让老天爷跟咱们马家过不去呢？一个叫春桃的丫鬟看见主人如此的焦急气愤，这心里边也很难过。他想了想大着胆子就说，老爷，我有些话不知当讲不当讲。马老爷一直很喜欢这个春桃，其实呢有心想纳她为妾。当讲无妨，老爷我不会怪你的。依我看啊，我们家的玉米总是被冰雹夷为平地，并不是老天爷要惩罚咱们家。马夫人就说了，不是老天爷那是什么呀？春桃说，咱们老爷心地善良，品德高尚，是一位大善人，
那老天爷怎么会惩罚一个大善人呢？我觉得一定是咱们家惹上了什么妖怪了，才会连年遭此横祸。马老爷觉得春桃说的有理啊，但是又弄不明白，你说这马家能招上什么妖怪啊，以至于是连年遭灾吗？春桃接着说，老爷，我听说赵家山上有一个道观，里面住着一个老道长，武功和法力啊高强得很，为啥不派人请他来看一看呢？或许那老道长来了，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呢。马老爷跟马夫人特别赞同春桃这个看法，他们就派了一个男仆去这个赵家山上邀这个老道长。三天之后，老道长来了马家，马老爷把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。老道长捋了捋长长的胡子，想了想，走，带我去看看那玉米地去。马老爷领着老道长在这玉米地里边转悠了一圈之后，就说，那畜生别出去了，今年已经来不及了，要收那畜生非要等到明年不可呀。老道长走了，临走的时候还说呢，等明年玉米生长的季节，我再去收拾那作恶多端的畜生。一转眼到了第二年，又是一个玉米生长的季节，老道长来到马家，吩咐着马家的男仆们准备好刀枪，随时的等他的吩咐。每到晚上三更时分，老道长都站在那大马路上，朝着那片玉米地凝视一会儿。有一天呢，天空特别晴朗，老道长突然吩咐着马家的男仆们带上刀枪，跟他一同到那玉米地里边埋伏起来。老道长跟马老爷领着手持刀枪的家仆，静静的就埋伏在那玉米地旁边。原本呢，这万里无云的天空突然之间就是乌云密布，狂风四起。老道长手搭凉棚，朝着那个翻滚的乌云就说，那畜生来了，大家伙跟着我，千万不要打草惊蛇。大伙手持刀枪跟着那个老道长的身后边，朝着玉米地的中心就靠拢。当大家伙靠近的时候，就看着一个白头老翁手持玉简跪在一张石桌之下，嘴里边振振有词，正对着天空叩头拜底呢。那白头老翁每叩一次头，乌云就增加几分。老道长忽地跳出来，站在那个老头的跟前，大胆孽畜，竟敢作恶多端。那老头吃了一惊，刚想跳下桌子逃跑，可这会儿已经来不及了。就看那老道长一张驱魔降妖的灵符扔出去，定在那白头老翁的背上了。那老翁停止了挣扎，身上就开始冒起了烟来了。老道长又是扔了一张灵符，定在那个老头的头上，就说，妖孽，还不速速现身。刹那之间，那白头啊身子一缩，变成了一只跟山羊差不多的大癞蛤蟆。这山羊大的大癞蛤蟆愤怒地扭动着身子，一蹬一跃，张开那个大嘴啊，就朝着老道长就扑了过来了。老道长身子一闪，退到了一边上，大声说，此时不动手更待何时。这会儿众人听到喊声，纷纷地冲杀过去，持枪之人将那长枪刺出去，山羊大的癞蛤蟆被扎得跟个大刺猬似的。这癞蛤蟆更加愤怒了，呱唧呱唧地叫着，扭动着身子就朝着众人又扑了过来。拿刀的人这会儿呢，急忙着操着刀冲了上去，这会儿拿着刀一顿的乱砍，经过一番苦战，才算是把这个癞蛤蟆给剁成了肉酱了。自打那癞蛤蟆被剁成肉酱之后，这马家的那片玉米地啊，就再也没有被这个冰雹摧残过了。当然了，随之而来的是人们的流言蜚语也就渐渐的平息了。其实有的时候啊，这个妖怪想折磨人，并不需要什么特殊的理由，并不是说你杀了他们家的子孙他来报仇。更多的时候，妖怪想要琢磨你，那就是毫无理由的，就像老马家这样。好了，这就是蛤蟆精的故事。